里面有胶吗？这样子切了。嗯？这里面有胶吗？用这样子挂。你们有挂姜皮没？没有啊。对呀、啊。开了吗？开了。Hello， 大家下午好。声音 OK 吗？Hello， 我白个他妈子龟，子龟碰我摔。朋友们，我是做工做到煮，不是睡醒的，你们不要误会。朋友，大家下午好，进来的朋友，帮我大力的分享好不好？来，今天晚上吃什么呢？今天我们就来吃一个月子餐。声音 OK。那你是不会呼吁一下 ？OK， 进来的朋友记得分享，还有按赞哦。啊，今天的助理，我先，这个是，刚才那个是下午那个是星星小助理，今天现在的这一个呢就是思思小助理，那明天呢就会有恩恩小助理，然后再来的就是千千小助理，所以呢到时候你们就看一下你们喜欢哪一个助理，然后我就叫那个助理 OK 吗？ OK 的写 OK。然后朋友们，被选到的那一个啊，直接加薪啊，我们直接加薪水 OK 吗？来，笑好笑好，朋友们，大家笑好，没有跟人家打招呼的、啊、你 Hello， 大家笑好 No， 好多小，我是思思小助理。好，来朋友们，现在这位助理比较漂亮吗？林晨玉说，哎，大家、啊、都一样漂亮，是不同漂亮在不同的地方 OK， 这个呢你不要对他有太大的期望，因为他拉丁了，他的那个头这边没有头发的 OK。 来，把镜头move来这边，我们先做那个姜汁炖郎酒，那下午的时候我们午餐那一锅我们就做了姜汁嘛，姜汁炖郎酒已经炖了4个小时，那4个小时后呢我会烤一块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要这个啊，这个鸡肉我老婆都会吃，如果我们在一开始就一起炖的时候它不是不行，当然可以，只是这鸡肉它会柴，这鸡肉它会柴，所以呢我会跟它放分开来炖，那先炖4个小时，然后再炖半个小时的鸡肉 OK 明白吗？王嘉欣 Hello， 大家下午好。来，大家下午好啊，下午好。师傅，有那么多美女助理，对，我的助理都很美哦，我的助理都很美，最美的在这里。对，可是你们不要看他的头，你看他的头就完了 ，OK？ Alice Wang 讲怡宝出产美女。啊，我们这边不是怡宝，我们这怡春，居然一样有一个怡字啊。Crystal Dan 下午好。来，下午好，下午好。那这思思小助理，有什么你们喜欢他的，你们就之后。我们连续四波都会有4个不同的助理站台啦，那如果你们喜欢哪一个你们点哪一个，那最多票的我就直接请他们薪水好不好，如果没有人要的话我就全部跟他们吵到完。修金丹讲大家合力不要去选，等下没有人要做。怎么嘞？怎么可能，跟我一起直播几爽。来，我们这鸡呢，那镜头要靠近这鸡，来，我们要把这个尽量烤了，烤焦一点也没有关系的，因为我们要烤它香，
炒掉它的那个血水，你看，这样它这一个呢炖出来的鸡汤就 very good， OK。Crystal 当写错不要紧，下次不要写错也就可以了。什么？他讲他把我的名字写错了。为什么？他写成一丝的丝。啊，没有关系。这一切都不重要。OK 吗，朋友们？哇哦，够力啊那个！来，我先把这个放进那个 dome 里面啊，然后你们等我一下。Karen Lee 讲助理声音很甜，谢谢你。他声音很甜，性格很呛。Grace Horn 阿勇讲用大火吗？什么东西用大火？烤的时候用大火，对，一定要用大火，一定要用大火。来。好，把镜头转回来。来，亲爱的朋友，记得帮我大大力的分享。今天我们做这道菜呢，普通人都可以吃的，普通人都可以吃。OK， 不一定是坐月子，因为啊，当归本身它就有造血生血的功能，所以呢，普通上我们是可以补气补血，都可以用这个当归。OK。那这当归鸡呢很简单，我怎么腌，那我就是用了当归而已，用了当归跟一点的花雕酒或绍兴酒。那如果我们正常人吃的话，我们可以放一点的盐巴抓一抓它。记得当归买当归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当归会苦，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苦，可是买当归的时候我有一定会有一个动作，我就是跟老板好一小块放进嘴巴。好的当归含在嘴巴的时候它是甘甜的，它不会有苦涩味的，这称之为好的当归。然后呢，这是药材店的老板跟我讲的，不是我讲的，药材店的老板就跟我说他们的这种叫做油龟啊。油龟是什么呢？就是油龟啦，就是我们煮菜的油的那个油，然后龟是当归的龟。 OK。 娜娜问师傅刚才中午腌制的鸡肉蒸多久？这个鸡肉吗？看你切多大个。那我这个呢，我蒸一个20分钟，我蒸一个20分钟那就好了。助理声音很小，等下我太大声全部人跑掉了。不会啦，助理这样看不，这样看得起自己咩？你真的有那个本事让人家跑掉？我礼貌相信。来，我们先把这些鸡肉排上去。然后修清淡讲要买西龟就不苦。要买什么？西龟。西龟。西，东南西北的西。西龟。嗯。西龟是什么？又多一个龟了啊，朋友们。有油龟，有西龟啊。因为我也不知道了，反正我每次去那些药材店买，然后他们又不记得我要的那当归，然后你跟他讲好的，他又拿到那种最贵的给你，那我就先试一试，味道 OK 我就觉得 OK 了。林晨毅讲今天的一道黑白配和师傅的衣服很配哦，厉害。对呀，一起配的，因为是黑白配嘛。来，我们就是用这一种方式，然后如果正常人的话我们会抓一点的粉，抓一点的太白粉， OK。那我们就放下去蒸啦，蒸就不用宽啦。哎呀，它都滑掉。来，然后看你们蒸多大，
这个在蒸的过程呢，你们可以在蒸的时候，蒸之前倒一些料酒下去。OK， 刚才腌了一些，现在再放了一些，明白吗，朋友们？好，来，接下来这一道菜呢，也是黑白配。哇塞，我看我是要出这只，你看那苍蝇，我这只东西拿出来啊，它就不敢来了。我觉得放这只好过放那个蜡烛哎。Crystal 当讲，师傅忘了穿围裙。有啊，这个不是裤子来的，这围裙来的。那裤子穿到这样高，妈干嘛不露背啊？要不要拍你拍拍苍蝇？啊？我抓苍蝇就好了。好，来朋友们，那我们先把需要准备的材料，就是有云耳，黑色的云耳，白色的雪耳，还有就是猪肉，还有一点的荸荠啦哈，跟姜，姜我们就不需要太多。那姜呢，我们就是拿一些姜粒来腌喽，然后呢切一些姜片来炒，就是这样简单。来，啊哈，来，来，大家下午好，下午好，朋友们，大家 ，Good evening，Good evening 啊 ，Good evening， 给他砍一砍，剁一剁。一层讲黑白配，男生女生配。这个一定是很会玩的哦。来，把姜粒放进去，然后黄酒，镜头给放靠近一点。那个电蚊拍不用拿住的，他一直拿住那个电蚊拍。我看你的样子。很够力的那个苍蝇，他就知道出来烫脚了啊！现在在直播，师傅拍苍蝇，够力！来，放一点黄酒下去腌这个猪肉 ，OK。Margaret Wong 讲 ，Look very young, wear like this。啊？你穿这样看起来很年轻。啊 ，Margaret。我平时为什么我要穿到正式一点？因为我保养到太好了，我保养到太好。如果我再穿这样子直播啊，你看人数一直起不来，因为大家都觉得我太年轻，没有说服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有没有说服力，我有没有实力，就要靠你们多多的帮我分享了咯。啊。来，放一点红糖一起下去腌呢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炒了，镜头 move 来这边。林成义讲：“师傅，助理拿这电蚊拍也是希望能够起心吗？”啊，这样拿电蚊拍都起心，然后那些在那电器店的那些员工不是薪水够力？林成义，你不要教坏我的助理啊！来，我们放一点姜、麻油，不用太多了。大概够就好了。来，翠云，下午好。下午好啊，朋友们。哈哈，一成说师奶杀手，我是师奶杀手吗？谢谢。
我现在不再是直男杀手了嘞。你看啊，我这边也很多男生了哎，越来越多了。那你们想要深当一点，记得带你老公进来关注我，带你们另外一半进来关注我。你看林晨毅是男的对不对？哎，严重的卡，有卡吗，朋友们？朋友们，你会卡吗？会卡吗？会卡吗？实力满满，谢谢。来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猪肉放下去。炒一炒。这资料看敢弄没有？不会。不会卡。不会卡。如果会卡的话，然后这道菜非常的简单，黑白配。一咖喱肉下去。不会，全部讲不会。不会卡，然后再倒多一些黄酒下去。还有要掺少少的米酒。逻辑话讲还有我。啊，还有逻辑话。还有 job hacking， 很多男的，我这边也是很多嘞。然后我们就是放小火，放它焖一焖 ，OK， 放它焖一焖。那我们等一下炒了给我老婆吃。我们因为最近我就比较热气，我们拿去直播采椰子。MC 要乖乖留在家，那棵椰树是在我家的。没有卡，大家没有卡啊！我的厨神妹妹回进来了。Crystal 当讲，思思小助理拿一条小毛巾给师傅抹汗。哎呀，他不会的啦。我的粉毛巾在哪里？他对对错有这样贴心。他不要他去拿到我底裤有抹汗就好了。来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先试味道啦。心里还在东顾的，厨神 baby， 你只是要来炒我呀？来，煮到差不多好的时候，这个黑吉倒一些下去。然后煮它收汁，然后这一道菜吃起来呢，它就是非常的清脆，非常的爽脆 ，very the good 啊。然后记得一定要炒它收汁，不要让它太多的汁 ，OK？ 啊，不要让它有太多的汁，不然它味道就已经稀释掉了，明白吗？OK， 哇哦，来，镜头回来这边，真的是黑白配，只有黑跟白。好，留一点给我自己吃。来，黑白配就这样煮好了，容易吗？简单吗？这一道菜不用是坐月子才能吃，那平常人吃都可以，它可以起这美容养颜越吃越年轻的一道滋补食品 ，OK。一晨问男生这样吃会上火吗？这个男生吃不会上火，女生吃也不会上火，因为它是润的，它不是补的，明白吗，朋友们？这道菜它是润的，不是补的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说平常家里吃它会不会上火。绝对不会，为什么？白木耳、黑木耳，云耳跟雪耳这两样东西，
云耳有造血、有生血的功能。那血耳呢，它就会滋润 ，OK， 它有滋润的功能。那你们明白吗？明白的写明白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。好，我们要去采椰子了喂。走喽。安迪，当然我们有问题吗？有问题了，继续讲。凌晨一讲，已经到了欢乐的时光，真是快乐吗？还没，还没。还要去采椰子。我要去采椰子了，因为鸡还有七分钟，我们等买鸡蒸熟了，我们才去采椰子。因为我老婆还没有醒，我当然这个也要放进去一起蒸。明翁，我家弟叫呢。明翁讲这些材料我家都有，明天可以炒来吃了，谢谢师傅。想不想知道如果是？来，柠檬，如果正常人吃的话，这道菜你们可以加少少的鸡精粉，或者是盐巴。鸡精粉跟盐巴，这两样东西你可以调一点，因为这是完全没有咸味的，因为我太太暂时她不想吃太咸，那我们正常人我们就可以调一点的盐巴下去，真的很好吃。明白，全部写明白，明白。来，你吃看，你吃了跟他们讲好不好吃。我跟你讲，不好吃你就注意一点呢。我跟你讲，他吃到那个那汤匙一直来啊！我跟你讲，好吃吗？好吃。讲真的。真的。我跟你讲。真的好吃。刚刚当归鸡的材料可以重复吗 ？OK， 当归鸡的材料很简单，就是当归你把它弄碎它，当归弄碎，然后如果正常的，我先讲正常人的当归鸡，当归鸡，还有少许的盐巴、枸杞跟酒。那所有的材料除了枸杞先不要下去腌，所有材料先下去腌，然后抓一抓太白粉腌它三个小时过后，你们才来蒸的时候再放一点枸杞上去，这样就很好吃很漂亮，明白吗？这样子说的话你们能不能够明白呀、啊、朋友们。安诺伊特要讲雪耳会软吗？ OK， 这个雪耳不会软的。如果我拿来炒菜的雪耳，我买一种雪耳我是两用，雪耳有两种，一种呢它是比较脆口的，一种是炖得烂的，炖了它会变胶质的，那雪耳呢我就买这一种炖了会烂的那一种。那我们炒的话，我们发了我们稍微这样穿烫一下炒一炒，它是脆口爽口的。那如果说你拿去炖久一点它就软了，所以家里不需要买到两种， OK 明白吗？林晨毅想为了起心也要忍着讲好吃。水吉拉看讲不好吃明天不用你做直播。哼，你们终于知道我的为人了啊、哦、来镜头把它转过来这边，我们看我们的这个当归鸡也好了。当归鸡来，哇哦，朋友们 ，Oh my god！ 先试这一口汤 ，Oh my god！ 流鼻血了，我要去砍椰水哦。来，那鸡我们就是这样蒸好了，因为我老婆还在数，还没有起来啦。那我们先煮这盘 ，OK， 关小火。来，现在呢，我们要去砍椰子，等我一下啊。来，挖两块。咬住。我们去砍椰子。朋友们，已经分享到啊，完美啊。来，我们就去喝野水了，走。
台中你那没有人气啊。朋友们，哎，你看我那天直播了，我就去打一打，所以那个叫做看到疤了啦。然后我等一下我再打埋这一边呢、啊，我有一架打草机的嘞。你看，太久没有来啊，整个那个野林变野巴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要吃哪一个野？顺便看阿奶的鸡啊，没有蛇的啦，阿奶，我这边没有蛇的，我叫助理。我叫助理采盐，来助理，这个应该可以。勾勾勾勾勾一粒先。你觉得 OK 吗？哪一粒？哪一粒随便一粒，这一束，这一束，这一束。这个。啊，这一束。还没有，你不要用力先给我。拿，你给我拿住，你拿着镜头。超方便啊，什么东西超方便？来，慢，这个应该是太鸡了，朋友们。这个啊，椰子，你们采椰子的时候你们要看。那比如说，好像这个这样，椰子的年龄是看这边的，有没有看到它的颜色很讲很浅，越浅这边越浅的地方越多，证明它越年轻。就像我这样。啊，我的颜色都很浅嘛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这个是香椰来的，中午 K4 到精神很好，现在样子憔悴了。IV 液什么一样？什么事情？没有拿木棍敲一下，要敲做么嘞 ？Agnes， 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就吃椰子，喝椰子了的嘛。你看，这个，你看。看我的刀，不要看我的人。来，五刀就解决这个野水了。香椰是吗？香椰，可以做椰花酒一品。可以啊，我以前有做的，然后给人家偷到肚腩了，不要做。KTV 讲。太年轻了，这个。一直卡。这椰水 no good。太年轻了，我们找一找。还有我今天我也是要采老爷啦，因为明天要做椰子炖鸡嘛，对不对 ？KTV 讲一直卡，一直卡，有没有人会卡？会卡的写会卡，不会的写不会。OK， 来，我们继续。有卡吗，朋友们？走好来，嘿妈，你走到这样子，会卡吗？不会啊，刚才是 KTV 的，这个我们就来采老爷了啦。采它，这么简单。这个就应该很老了的啦，这一抽，给你们看一下。那，你来，你要来这边坐，不会卡，大家不会卡，刚进来不会卡，啊？抓哪一个？你喜欢呢？哦，助理讲他要勾爷哦，这样给他勾咯，你们要有一点耐心啊，助理第一次勾爷啊，我不知道他勾得到没有啦。你来啊。哦，我来。不会啊，大家不会卡。这个网够不够老哎？这个、好像不够老，这边的应该够老了吧？欧干呢？安
家 Slim 讲草这么多，怕有蛇，叫你拿木棍打一下草地。啊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我知道，小学老师有教。这个叫打草惊蛇。那我们就拿这里啦，里面有水的。IV 液，天气实在太热了，喝椰水好。哎呀，好咩？好啊。好好了。我看一下我勾得到吗？这里好像有点难勾嘞。对哦。哎呀。OK。冲Sharon，很难勾的。很难勾，对啊。好来，我去拿那个锄头来。等我一下啊，我再找看有没有椰水喝。刚才那喝了不爽哎。应该是林修波的，这个太老了吧？没有，这个要明天要炖鸡的。哎呀！哎呀，勾不到哎，朋友们。拉鬼勾！真的漏到门裤哎！不用讲，我刚才勾了一粒。等我一下啊，朋友们，我去拿那个锄头。我可以，我要跟你玩。不用了。啊哈哈，我要。你给我这个。快点跑！快点跑！跑啊！快点，全部在等你哦。来。彩虹力量，刀不够力。没有，那刀歪掉了，不是刀不够力。陈美惠讲你老婆满月了啊？还没有啊。娜娜讲那么多没有人来偷啊？有啦，偷到我老婆，整个月子都喝不到十粒爷。哪辈的 ？Ivy 也讲我们没得喝椰水，只能望椰止渴。这样就好啊。哎呀，他怪贪心。你们知道开老爷是怎样开的吗？就是这样子开的。以前我最怕就开老爷，开到整身汗了。那是不是这样子，朋友们？很想念新鲜的椰子水 ，Sharon Winnie。很想念是吗？很简单，家外面种一棵，三年半就可以吃了，只要你照顾得好的话，记得不可以种在花盆啊。如果你住 condo 的话，就住在直接种在地上。娜娜讲，我家的好多次被偷。是啦。朱丽香讲，看到这么多椰子都流口水了。那椰子是 very good 的。楼菊花讲，为什么是他老婆满月？林晨毅讲：“师傅，你果然是乡村仔，敢蹦惊。”怎么嘞？小心手哦，小心。不会啦，割到会流血。明花当讲：“你这样开很危险哦。”要不然要怎样开啊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拿给别人开，对不对？来，朋友们。陈美惠讲，在讲话的不是你老婆吗？不是啦，我老婆在坐这叶子啊，这是助理来的。王嘉欣讲，要我们去陪你吗？你们做完鸡了，你只要喝椰水，只要喝椰水了。Sharon Winnie讲，澳洲的天气可以种吗？澳洲的天气啊，你要问澳洲的农业部长了。你问我，我不懂哎，我连澳洲都没有去过。来，朋友们，然后呢，这个明天我都要去弄它干净，然后割一个洞，然后你们讲什么？
要把里面水倒掉，放鸡，还要放什么？然后才下去炖，是不是？Crystal 当讲，我家都没有地方种。嘿、欸？他讲他家没有地方种。哦，这样就没有办法了。凌晨一两，如果是专业的，都是用牙齿咬叶子的。妈呗，凌晨一咬椰子上啊，写椰子还是叶子？凌晨一，你讲话好好来，你不要这样哎、欸，我都不是专业的。美玲玲讲真的是很用心良苦。来，朋友们，我不知道哪里好了，老爷我是不知道了。慢一点啊！哎，这个也有眼睛哎。会讲。这个叫财神爷。啊，朋友们，这个叫财神爷有眼睛的呢。学到了，学到了。你看，这度他的头发，他两粒眼睛，他在跟你笑还是什么？来，你们自己看。啊，五宅跨五啊，自己看到什么就买什么啊。看有没有双眼皮？OK， 厉害厉害，厉害什么？厉害哦，讲你厉害，看到眼睛。娜娜讲，老爷子有眼睛的用来拜拜。这样我要给我老婆吃怎么办？拜了推吃。楼对啊，那个楼菊花讲。有林晨毅在，你就很像王雷。是啊，他那林晨毅，讲有讲无啦。Yuki Yu 讲坐月喝野水不会太凉吗？没有，不是喝野水，这是老爷来的，朋友们，这老爷我们要拿去炖鸡，明天做椰子炖鸡吗？然后我现在反正有时间，我就先采着放着咯。然后明天的时候，啊，我就开个洞，然后下去老爷炖鸡了。OK， 来，朋友们，你们的老爷炖鸡是怎样的？来告诉我一下。那我们看改一下嘛。娜娜讲有马票中。有马票中吗？啊，朋友们，好厉害，开椰子。我以前在夏威夷的时候是卖椰子的，然后卖到四月了，就没有了咯。啊，我们可以，哎，我的刀嘞，地上嘞，早看早看，不要拿踩到，我刚才那把刀，不然放到哪里去啊喂？没有了，哦，在这边呢，那这边还有一颗，这颗我原本我想要拿来做那个椰花酒的，我也是害怕人家被偷掉，我之前我有放过。有绑过椰花酒，可是自己绑到没有得喝啊，一直被偷啊，一直被偷。来给你们看，还有我这边还种了什么呢？种了这个凉茶，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，朋友们？椰子是我自己种的，对对对，我自己种的。刀拿来。椰子我自己种的，种了三年多了咯。这个是竹蔗，我很久没有进来这块疤了，以前就有打理，然后现在没有打理啊，整个变成椰疤，你看，真的要耗很多时间来打理啊。我家园，你家园地。那么多，不是我家的原地，我的原地。Black Sugar Cane， 王家兴，快去偷他的椰很多。第一次看这样开椰子，对对对，这样开椰子是最方便的，最简单最容易的，朋友们。那所以 MCO 啊，我是不会闷的啦 ，MCO。我就在旁边这边，
固我的这个野巴，固野巴就 OK 了，是不是？马草，哦，这些叫马草啊，这个不是叫茅草吗？这叫马草还是茅草哦？这样我要养鸡，不就变成马草鸡？哈，朋友们，请人帮忙处理原地，我们要去装了啊！哈哈，那个，那椰子，都是知道是竹子啊，好厉害！你看我种了，我这边还有种什么给你们看，香蕉啦，我有种香蕉，然后还有一颗种了三年还不要生的那个，这个叫什么芒果啊，还有芒果，对啊，这是茅草啊，不是马草啊，朋友们，害我开心一下，以为我这边有马草，我就要去养鸡来吃哦。我给这茅草得了不一边啊。那如果在这边行情不好，我们就来这边采这些。知道这些是什么吗，朋友们？卖椰子也好赚，没有卖了。翁菜，哈哈，还有翁菜啊，然后旁边还有这些红毛榴莲，给你们看，这个红毛榴莲也种了几年了，都不要生。刚才那不是番薯叶，刚才那个是翁菜，空心菜来的。空心菜，然后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皇帝甩呀，皇帝芒果，然后这边还有种一些芋头啊，哇，朋友们，这个好吃哎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耶、yeah!要种母的，逻辑化，那个要怎样看是公是母？这个是叫什么灯笼果是吗？这个很好吃，我很喜欢吃哎。这个很好吃啊嘞。没有了，我看一下。朋友们，你的阿莫榴莲也是种到公的，不能生。马来风光，对啊，那个安迪讲要去采来煮马来风光的。对啊，这个应该是叫灯笼果吧，因为我们这边没有打药水啊。所以有很多这种食物吃，植物，那种你们去那种 fine dining 啊，他们有很多那种摆盘会放这种的呀，然后加 Jasco 啊 ，Aeon 啊都会卖。灯笼果对，哇 ，Christy Young， 你讲真的吗？用刀在树上，用刀砍几下就会生了。可是用，你不要有答案，我真的去砍呢。我已经种到种小种的百香果，没声音吗？有空地真好，不生我就拿刀夹夹，
砍三下，拿刀啊！你们讲的，拿刀啊！我拿刀。不拿要给给你们一打。进来没？等下啊！脚脚砍三刀啊 ！One, two, three， 砍三刀啊！看他会不会生这颗啊？我不管三颗都砍呢，然后三颗一起给我死掉，我就晕倒了。灯笼果亏色蛋，那个是灯笼果来的，就不要砍太大力，我轻轻砍罢了，不会酸啊，甜甜的。砍三下不要，五六下我三下不了啊，奶奶，我砍三下不了哎，砍三下不了。OK， OK 啦。欢乐时光过得真是快，又是时候说拜拜，谢谢你们陪我到现在，拜拜啦，我们明天再见，看一下今晚我得空我再开播给你们聊天啦，拜拜。